哎呦，秦特助啊，累死我了，你快点来给我按摩一下吧。好。小事你都做不好，都怪我。董事长，我来找您签几份文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花董，您刚才少签了一个名字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确定？确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没有礼貌，进屋都不敲门？你要收敛一点，不要引诱我。我在给你做饭，你去那边等一下。我不要，今天在公司一整天都没有报到，我现在要好好抱抱。你这样抱着我没法做饭了，等一下你肚子抗议了怎么办？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，我的心都没有填满，我现在需要充电。够不够？不够。狗狗，慢充吧，我现在需要快充。喂你吃东西。那凯撒沙拉好不好？又吃沙拉，我想吃肉。